太远了。嘘，我正在思考。感谢圣光，你平安无事。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才能击败巫妖王，终结天谴军团。我们在银白十字军和暗刃骑士团中的盟友，已经攻破寒冰皇冠的前门，并且准备在冰冠城塞中建立据点。他们的成功取决于我们在这该死的大厅里找到的情报。虽然任务无比艰难，但一定要坚持下去。巫妖王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前门了，我们要趁这个机会从旁收集情报，这样才能一举消灭天谴军团，永绝后患。军情七处的探员收集到关于巫妖王私人圣所的情报，据说就藏在一个名叫倒影大厅的地方。我们要从这个邪恶的地方清出一条路，想办法进入倒影大厅。我感觉到大厅里隐藏着强大的魔法，这或许就是摧毁天谴军团的关键。勇士们，动作快！我会集结部队，尽快赶上你们。我要先找到目标。观众，我需要再靠近。做得好，勇士们，我们会在这些密室设置营地，我的法师很快就会让天谴军团的传送装置恢复运作。等你准备好，就站进去迎接下一个任务吧，我会在另一边和你碰头。入侵者已经闯入了主人的领域，我只想研究魔法。敲响警钟！哼，杂碎，甚至连在矿场当苦工都不够格。好好品味这最后一刻吧，因为很快的，你将会变成一具没有心智的不死生物。联盟的英雄们，进攻！你最后的记忆将会是极端的痛苦。手下们，消灭那些闯入者。
我只是做该做的事，原谅我，高贵的士兵们。你得自己想办法穿过这座矿场，只要遇到联盟的奴隶就释放他们，在跟提拉纽斯开战的时候会需要他们的帮助，我会召集援军在矿场的另一边跟你会合。太远了。你好啊 ，Ishnu Ala。Aknam Porlos。纳鲁并未遗忘我。我能帮上什么忙吗？你好啊。小罗西，在我们的脚下，免得待会儿让老大给扎伯罗斯吃。另一个会取代他的位置，你在浪费你的时间。你好，再见了。这边，我们可以对天谴领主的位置发动突袭了。你们的工作不能受到干扰。艾克，去处理他们。停，别杀我，拜托，我什么都告诉你。我不会天真到相信你哀求的言语，不过我会听一听。你要找的东西就在主人的巢穴，但是你一定得摧毁提朗纽斯才有办法进去。在倒影大厅中，你会找到双之哀伤，他是真相所在。没有人看守双之哀伤，不可能。我发誓，那是真的。拜托，别杀我！无用的小虫，死亡是你唯一的下场。不要！别以为我会轻易让你进入国主的圣所，有种就来找我。真是残酷的结局。来吧，英雄们，我们一定要看看帝京说的话是不是真的。如果我们能让阿萨斯跟双之哀伤分开，或许我们就有机会阻止他。你们所追求的终归是一场空。入侵者因为巫妖王已经派了一支不死大军归我指挥，看着吧，你们到不了我主的巢穴。士兵们，毁灭他们！双牙，把他们困在通道里，活埋他们！我需要再靠近。我要先找到目标。
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你需要什么吗？务必小心。终于勇敢，勇敢的冒险者，你的干扰终到尽头。你听见了身后隧道中的金属与骨头敲击声吗？这就是你即将面对的死亡之声。我们拼着最后一口气，也会挡住那些不死生物，去对付天谴领主。多可笑的贱民骚动！等我解决你，我拄着剑将会大啖你们的灵魂。死吧！不可能！双牙，警告！我需要目标。英勇的战士们，我欠你们的不只是自己的生命，还有我们的自由。尽管这点回报相较于你的恩情只是轻如鸿毛，但我发誓，从今天以后，所有人都将明白你们的意志，以及你们斩断这座黑暗城塞中的阴影所带来的光明之道。今天不单是你们英勇的明证，更说明了没有敌人，就算是巫妖王本人，也无法对抗天气成见携手合作的联盟。冰霜之后离开了，我们要继续前进，目标就在不远处。我只想研究魔法。我救不了他们。该死，阿萨斯，你真该死！这个地方好冰冷啊，我觉得血液冻结了。那是什么？前面那个，有可能吗？英雄们，到我旁边来。嘘，我正在思考。双翅哀伤，那把摧毁我们王国的剑。退后！只要碰到那把剑，你的灵魂会永远受到伤害。我一定要跟那些被困在双翅哀伤里的灵魂沟通。给我一点空间，请退后。人呐，真的是你！乌瑟，亲爱的乌瑟，我真的很抱歉。珍娜，你们没有太多时间，巫妖王可以看到剑所看到的一切，他很快就会出现。阿萨斯在这里，不，女孩，阿萨斯不在这里，阿萨斯只存在于巫妖王的心中，一个逐渐消退的存在。乌瑟，如果有任何能接近阿萨斯的机会，我都要试一试。珍娜，听我说，你一定要摧毁巫妖王，你不可能跟他讲道理，他会杀死你和你的盟友，然后把你们全都变成天谴军团的强大士兵。告诉我该怎么做，乌瑟，到底该怎么毁灭我的王子？我的……振作起来，女孩，你一定要在巫妖王和奈祖号融合之处摧毁他，
就在尖塔之顶，就在冰封王座，这是唯一的方法。你是对的，无色，原谅我，我不知道我怎么了。我们会把消息传给国王和那些在冰冠城塞对抗天谴军的骑士们。有件关于巫妖王的事情你需要知道，天谴军团绝对不能失去控制，就算你击倒巫妖王，另一个人就得取代他的位置。要是没有巫妖王的控制，天谴军团将会像蝗虫般横扫整个世界，摧毁所有的生灵。一个高贵灵魂的伟大牺牲，谁能担起这份重任？我不知道珍娜，我怀疑阿萨斯的一部分仍然存在于巫妖网之中，这也是为什么天谴军团一直没有灭绝艾泽拉斯。那或许还有点希望。不，珍娜，他来了！你们闭嘴，圣骑士！好，你想跟死者沟通，你会达成你的愿望。结束之后，把他们的尸体带到我的房间。如您所愿，大人。罗德隆的士兵们，起来回应你们主人的召唤。你不能逃避我，阿萨斯，我一定要知道，一定要找出方法。太远了。太远了，我需要再靠近。太远了，我要先找到目标。我离得太远了，我需要目标。女人和小孩，没有人能逃过主人的愤怒，你的死也没有差别。麦尔文，解决他们。我不能攻击他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太远了，我离得太远了。我现在没有目标，
太远了，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我离得太远了，我要先找到目标。在这里只能找到死亡。是，逃吧，跑去面对你的命运。他苦涩冰冷的拥抱正等着你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不配面对巫妖王。真的，如同你所承诺的，你的盟友抵达了。你们全都会成为天谴军团的强大部队。他太强大了。正在思考，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。我的魔法只能困住他一小段时间。动作快，英雄们！我只想研究魔法。我离得太远，无处可逃。死亡的冰冷拥抱，太远了，在等着你。我要摧毁这个屏障，你一定要挡住那些不死生物。我离得太远了。希望破灭，希望破灭。太远了。丧尸，丧尸，目的不堪之下吧。我离得太远了。又是一面冰墙，我需要再靠近。别让那些不死生物干扰我施法，这样我才能破坏那面墙。又是死路一条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你还能支持多久？你的屏障挡不了我们多久的怪物，我会把他们全都打烂。现在没有目标。
我离得太远了。前面有个缺口，趁现在。没有退路了，我们别无选择。拿起你的武器，英雄们，我们要背水一战。现在是我的了，开火，开火。快点，快上来，我们不能再耽搁了，谁知道这片山壁什么时候会崩塌。原谅我，英雄们，我早该听乌瑟的话，我就是要亲眼看一看，最后一次注视他的双眼。我很抱歉，我们现在知道该做什么了。我会把消息带给瓦里安国王和大领主福丁。嘘，我正在思考。